如果去买彩券，去买彩券，中奖了，中了50000块，很高兴，很高兴，老婆很高兴，吹哨子回来，我中了50000块，买彩券到50000块，老婆都没有笑。停了3分钟之后问说呢，你买彩券的钱从哪里来的？哦，真的是很痛苦，真的是很痛苦。嘿，这个早晚会离婚。哎，这个看得太清楚，也算得太清楚，也问得太清楚了，留点空间呐，加一点灰色。你没有感觉吗？谈恋爱的时候都讲什么话 ？Conversation 都是废话。你不相信？你买个将录音机买着到公园去，看到那个情侣在那边坐，你把它放在下面，录音机放在下面，你回去听，你会说无聊。他讲什么？他的男朋友就问他的女朋友：“你星期天去哪里呀？”他说：“我去公园呐。”啊，去公园干什么啊？我就去走走啊。啊，走走、啊，后来呢？哦，就口渴啊。啊，后来呢？我就买一支冰激凌啊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吃几口啊，啊，到最后呢，啊，到最后我就从下面吃上来啊，因为它滴下去啊，啊，到最后呢，啊，最后没有人，你再想一下啊，最后我就在嘴巴里面吸了好几下，这样都是无聊的话，但是感情很好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夫妻就问得很清楚，连买彩券那几块钱你要问清楚，留点空间给别人好不好？哦，很多事情就是这样，啊，女生也要留点空间，哦。留点空间给别人，那、啊、男生要留点空间哦。家里如果说太太煮东西，我们一定要说好吃，知道吗？哦，如果真的吞不下去，说可以吃，知道吗？要说可以吃，不能说不好吃哦。说不好吃哦，你会死得很难看哦。哎，因为老婆心情不好，煮的菜再加什么糖什么味素都没有用的。煮菜一定要心情好啊、哦，没有加糖哦，都还会甜，你知道吗？啊！如果生气，气死你的职员！你们这些人吃啊，那个吃下去都有毒的，那个里面都有毒，哎，都有毒哈、哦。好，所以说不要说我好累，不要说我好烦，不要说我好老，不要说我压力好大，都不要说。好、哦，因为讲出来的话，他就算话。讲出来的话，你讲出来的话，你在想这些事情，自然而然凝结那些东西，他就很喜欢在你身边。所以为什么喝酒的人？抽烟的人、吸毒的人、赌博的人，为什么这些坏习惯的人他改不掉？不是他不改，因为一个人在抽烟的时候，就是那些一个人在喝酒的时候，那些酒鬼都在他的身边呢、啊。酒鬼啊，就在灵界那些属性一样的，都很喜欢在他身边，就吸那些东西。所以时间到，他就一直叫你过去喝喝喝喝，你就会去喝。那时间到，那个抽烟你就会抽。请问，抽烟的人有喜欢抽烟吗？没有抽烟的人，我们问一下，我们喜欢他们抽烟吗？味道臭不臭？我们看到他抽会不会？看到他抽会不会？会不会很气？有两个姐妹上课的时候，下课回来坐公车，弟弟就坐在那个铁栏杆旁边，就一吐气，一直吐。姐姐说：“弟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要说了，回去再说了。”一直吐。回去之后呢，姐姐就问弟弟：“弟弟，你知道我刚才我吓一跳呢，你为什么一直深呼吸呢？”因为我很气的，气什么人？旁边那个一直抽烟，他给我说抽2手烟，我吐出来给他抽3手烟呢、啊，然后毒死，把他毒死，我很气的。你看，你抽烟属人这么气你，这么讨厌你，你为什么要抽啊？他改不掉，他改不掉，他就凝结那些东西，凝结那些人，就是一直要，一直要他。你要相信呐、啊，你要相信，无形的东西就会靠在你身边。哎，当你在讲圣贤的话，圣贤会不会靠在你身边？会啊，他会跟着加凉啊。你没有感觉吗？我这个花手都不用滑，还是一直可以讲下去，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脸，我都可以讲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从那个灵界这些人同个 level 的，他就要跟我家里等一下讲那个讲那个讲那个，他故事就一个一个会丢出来，举例就是一个一个会丢出来、哦、所以说常说会变老，千万不能说，不要说我好累，不要说我好烦，不要说我老了，不要说压力很大。
这样会增加疲劳感，反而是打击自己哦，反而打击自己，哦，这是很重要。啊，我们这些家人，每次我从外地回来，出国也好，哦，啊，不是在台中也好，只要他们到车站去接我的时候，每到交流道，每到我们这个下来这个交流道，我们家是从这边过来的，顺过来的，叫做右边嘛，我都叫他们弯左边，载我到游泳池。他们说：“镇长，你已经很累，为什么还要去游泳呢？”我说：“是你很累还是我很累啊？”我都没有累，你为什么会说我很累？他在那看你脸已经很累，你坐那么久的飞机不会累吗？我说累是你在累，我没有在累。你要带去，我要去游泳，我游完游好再回来用餐就好了。嘿，反正我回来绝对不会回到家了。只要游泳池没有关了，我一定会弯到那边去，一定会弯到。但是我的整个生活的习惯，那也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，我生活的一部分。哈、哦，好，所以啊、不要来打击自己，也不要去增加你的疲劳感，就是从你的心情去调试。你会讲烦啦、啊，讲老啦、啊，讲压力。其实是你的心理转念不够，你没有调试，绝对没有调试。你不相信你的潜力有多大？你为什么这一下累？因为你的方向目标不够精准，你才会感觉你累。哎，要你的病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累？啊？有个年轻人啊，喝酒，结果三更半夜走路回去。掉到那个电信结的轮孔里面去，电信结的轮孔很深啊，很深，爬不起来，爬不起来，那垂直四方形的爬不起来，哎呀，一直喘，啊，想要在那边等啊，等明天天亮有人来救他。过不了两分钟，一个老先生啊，也是喝酒掉下去，就一直爬，然后就掉下去的时候天昏地暗，什么都没看到。那个年轻人还在喘，但是眼睛瞳孔已经看到老头子掉下来，老先生掉下来。啊，他看他爬不上去，他说：“老先生啊，不要再爬了啦，晚上在这里陪我啦。”老先生一听到就啵啵啵就冲上去了，一下就跳上去。老先生怎么这么厉害？什么吓到了？被谁吓到？他是听到什么声音？鬼的声音哦。你没有看过鬼吗？啊，没有，为什么有鬼声呢？那个当下他真的是冲上去了，就冲上去了。哎，等一下那个年轻人自己爬爬看，还是爬不上去，因为刚才这个老先生有没有受到生命的威胁？有，所以他就不累。这个年轻人还没受到生命威胁，他就累。你有方向目标，如果很清楚的时候就不会啊，你会不会把它完成这件事情？就像你看，我们一辈子就是要普度众生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方向目标非常清楚，我们很喜悦的、华喜充满的在做我们想要做的工作，那整个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哦。来，长寿会变穷的话，不要讲哦，长寿会变穷，什么长寿会变穷啊？这一辈子哦。就是没有发财命，有讲过几首？不要讲哈，不要讲啊，以后不要讲哈。好，你就不要将自己设定好，你自己设定在那边，哎，整个的思维各方面都会这样。搞不好你那天刚好财神要拿钱给你，你知道吗？那、啊、结果你讲这样的时候，他吓一跳，会不会我找错人了，看错人了？就这样哈。好，嘿，好。负面的认知呢，以发财路就越离越远，嘿，好，其实。命中有时终须有，命中无时莫强求。今天的你不表示是明天的你，明天的你也不表示后天的你。今天你的没有钱，也不表示明天你没有钱。什么事都很难说，搞不好有人去中了彩券，搞不好一批的生意就来了，有很多的事都你没办法想象的。就像我这一辈子，真的，你没有看到我在赚钱，但是我好像都有钱花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好了。我有一次到一个朋友家去，他的办公厅里面放了一些铁，
放了一些田。我说这个办公厅为什么放这种东西呢？这个田应该要放到仓库里面去呀、啊。他说翁董开玩笑，这是软铁呢，这是软铁，软铁大概你们听不懂，就那个铁哈、哦，那个磁铁吸不住的，就像白铁一样，没办法吸的。为什么要这种东西呢？一般的磁场在跑来跑去的时候，它如果有磁性，它就不准了。这一支铁就要放在 电线里面中间那个条跑来跑去那个 那里面那支轴心。啊，说啊为什么不用放在这边呢？这样，他说啊买错了，买错了。他说一公斤这很贵的，我多少钱？这一公斤哦，那个啊200多块，很贵哦，那铁200多块是很贵，从日本进口过来的。我说你要就把它卖掉啊，是是啊，看便宜的卖看怎样啊，100块看有没有人要买，就这样，对。我添了100块啊，我就打电话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通电话是找对人了。我说高先生，我这里有一些软体哦，有多大？好、哦，几公分大？好、哦，几公分大？啊，我知道你有在用啊，这个是200多块，好、哦、啊，大概120就可以卖你了。啊，他说不要那么贵啦，我就买回去还要车啦，100块啦。我说好啊，多少数量？我说跟他说多少数量，我就回去找另外这个老板。我说人家说了那么大，还要再用工钱要消掉，很麻烦呐、啊，再便宜一点呢、啊。他一下说好了，50块了，钱币再借，不要讲那么多了呢，因为本来就是要当汇铁卖，汇铁才一公斤才6块钱而已。你看我很不好意思，我一公斤赚多少钱？50块哦，铁的是铁哦。我就打通电话给我们这里有个张老师张登喜，我说你叫一台卡车，叫台卡车，还有一台那个底格啊，哦，你去把那些推东西推，把它用好，把它载到哪里去，就这样。我包了5000块给他，他说怎么这么好？我说应该的嘛，你那么辛苦，有这个机会要常常找我啊，啊，就这样，哎、欸，就这样，哦，那次就赚了60万，就赚了60万。人真的是，所以哦，如果你们有去白洋山哦，白洋山上面墙壁上面有一块石头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要很诚敬的跟他鞠躬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那个地方那块石头跟他鞠躬一下，一定不错了。哎，那是虎爷，虎爷就是有偏财，虎爷有偏财。有时候你的本命格哈、哦、没有正财，但是人都有偏财，多多少少。鞠个躬也不会损失啦，鞠躬也不会损失，哎，不一定会保佑你，但是有鞠躬一定有，没有鞠躬，哎、欸，有鞠躬不一定有，没有鞠躬一定没有。哦，我不好意思在台上讲我的经验，我不好意思讲，但是真的，哦，该给我们的，上天一点都没有亏待我们，不是加倍奉还哦，不是加倍奉还，哎，啊，都是不小心的。不小心赚到钱了，不小心，我这个人是没有在喝茶叶的，我没有在喝茶叶，但想不到我要去做一件好事了，就变成去卖茶叶。我卖茶叶不是卖一包啊，不是的，我卖整个货柜，整个货柜，嘿，那个也是一个机缘之下，我要帮一个人，啊，结果你看也不小心赚到钱了，不小心，好，还有一次哦，一个人在讲说哦，你要检查身体啦，这个检查身体是很好的啦，哦，就一个人，他们两个在那边讲话，我就去都帮他讲，这个很好啊，这个很好，这个我从30岁就开始检查身体，因为20岁有在生病，我现在开始检查，我每年都有检查身体，这个一定好，哦，你有钱，你如果不检查身体，万一有一天检查到怎样了，你来不及了，但你每年检查，最起码你知道你身体的状况是怎样，这是很好，这是很好，啊，结果。这个在推生意的人就跟他问说，他是通知他来找我啊，来找我。那他就跟我讲啊，我就在餐桌里面讲说，那我要参加，我就跟他说我要参加。结果你知道吗？两个餐桌人全部都要参加，都要参加检查身体啊。后来这个人跟他说，警长，你只要去听一堂课，你要听一堂课，我就呢13万给你。啊！我去听课还有钱哦，对对对，我拜托你去听课。
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，哦，他就一找我找好几个月之后呢，被他遇到了，我就跟他去听课。听的时候说，他说我给你刻了一个印章哦，你的名字哦，可以吗？木头做的，可以吧？如果你说可以，我就盖下去，你就有13万可以拿，他就盖下去，拿了一张支票13万给我，我才晓得那个叫做足销，他是在推足销健身的。他说那天餐桌上面我讲的他们听话的全部都是我的份。哦，你看我这辈子没有去做那些事情，从今以后我也没有做了哈。就是说我那些不经意的讲好话、讲好的理念，你看都是有那个机缘。所以你今天的财富，你今天没有，你也不要说你穷，知道吗？不要讲你这样，也不要说啊，我没有那个发财，你不要讲，因为今天的你，不表示明天的你是这样，是不是？黄河都有澄清入了。我们人为什么没有得运时呢？黄河都让我澄清起来，咱人哪会没破出我那个字耶？一定有的嘛。时间的问题呀、啊，时间未到不是不报嘛？啊，有的是报好，有的是报坏啊。所以只要你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，好的正念，讲好的话，我说养成这个习惯，帮忙人家一起讲好的话，反而都是我刚才讲那个茶叶，我也是要帮人家，因为人家囤货嘛。就囤积了太多了，没办法销售。我来回跟别人讲而已啊，啊，遇到行家说这个好，啊，他们一讲一下去，哇，就整个货柜全部把它进口回来，啊，你看就这样。我说这个都发生在我身上，啊，所以说你现在的目前的环境如果是不好，你也不要哀怨，啊，也不要认定你就是这样。记住一句话：今天的你不是明天的你，知道吗？因为要超越什么？超越自己，嘿，只要你的德性够，你储存的能量够了，自然它就会花，就会花，哎，那个运就会更好，机缘就会更好。很多人不是你能安排，那个命运你不是你能安排啊。但是我不能安排，但是我能练累积的那些能量，正能量累积久了，自然而然我就有那个好的基因。哦，来，常说会变不幸哦，的话什么？我做得到吗？我做得到吗？有讲过这句话举手？哦，好 ，OK， 好，放下来哈，以后不要讲哦。我做得到吗？保证你做得到，不要问哦。我做得到哦，你觉得做得到哈？哎，其实暗示自己哦，做不到。我做得到吗？就是在暗示自己做不到。你看，你都还没做，就想说你做不到，你都不敢挑战嘛，你都不敢挑战。尤其小孩子成长过程中，说实在的，只要有工作的机会，你都做。你做了不一定有100分，但是不管做好做坏，对你的人生来说，你都有进步了，你都有进步了。最起码赢了什么？赚了什么？经验，你有赚到经验啊！所以你不要再定位是不是？你看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，你看到这些走在前面的这些。啊，这些属于前辈，这些他们都学了一身的武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为了要服务别人呢、啊，只要有开班呢、啊，只要有开班，哎，他们就学习呀、啊，就学习。你看这些，我这些助理全部都是政大研究所毕业的。政大研究所，政大好不好？那研究所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啊，为什么这么多全部？六七个全部都是呢，因为你有这个机缘，有这个环境，啊，就去读了，全部就是那么顺，啊，现在有的到已经北大读博士班，你有跟上这个团队，你看都是做这个听课，哎，这个洪家人洪什么，洪什么，新会啊，千会，哎，你在读哪里？读，哦，就是那个。他、啊、有没有参加那个国乐团？没有国乐团的，他国乐的领域造就很高。妈妈是印尼人，妈妈就负责一件事情，把小孩子带来就好了。现在两个人三个在写，都有。你这次比赛第几名？你上次公告那是第几名？全国的第十名就对了，全国第四名。我们要吹那个唢呐，那个都是全国第一名哦。
我们这里造就很多。有一个妈妈，一次载了四个小孩来，四个男生。他生老大男生，生老二男生，很想要个女生，再拼第三胎，一生下来双胞胎也是男生。结果大儿子四岁，四年级，二儿子好像是二年级，那老三好像还是幼稚园怎样？是来的时候，老师要收这个四年级的，不收下面这两个。这个妈妈就拜托他，他说：“老师，你就最少他虽然说手怎样怎样，不然你叫啊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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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叫他这样就好了。那就是这节拍谁节拍就好了这样。因为我如果没有载他来啊，我不能留两个在那边呢、啊。”哦，人在这个地方很麻烦就对了，我要就全部再来，哎呀就全部再回去。后来老师就接收了，结果就那两个小时就拜而已，就这样。哎，我们这里一条很光明的路，很光明的路，就在这里学国乐，参加比赛，在这里都得奖了很多，哎，都会在一二三名以内，这样一国小啊，只要一二三名以内啊，就会被光复吸收。光复国小，然后到国中的时候，就会被光明吸收。那光明吸收之后呢，他就会转到省一中。哎，就转省一中，省一中呢，就台一还是北一？他这个四个小孩子嘛，就这么走，都是同样的走法。这个妈妈真的是厉害，厉害。三个省一中的，一个是台南台艺研究所台读北艺，这三个，一个后来考到警官学校，唢呐冠军，全国冠军，你知道吗？你参加的全国冠军，你参加考试的时候可以加几分，你知道吗？六十，嘿。如果你真的是没办法，你儿子真的差很差，你中部赢不了人家。早上六点有一台自强号的，早上六点直通台东，你就带着蓝虎带台东去拼了，对手比较少啊，对手比较少，哎，或是找冷门的先进去再说啊，哎，老二是警官的，老大是台科大，老三好像是医生还是什么，啊，老师就那个展翼老师，他就是我老师啊，我也是拉蓝虎啊，我是我们重庆国乐团蓝虎的西团首席啊，西团首席就这样，就是坐在那边都不用动，啊，就招新生来的时候，新生就来的时候，新生连拉都不会拉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就露一手给他看，哎呦，真的好厉害哦！那么为什么还会拉呢？因为他都不会拉嘛。这不是我厉害，是他什么都不会。但六个月之后，他们的程度就升上去了，就进到 B 团。我还是坐在那边不动，因为我等新的一团再进来的时候，哎呦，真的好厉害哦！因为总共就只会拉那一下而已啊呢。啊，六个月之后他们送上去，又一团来，我还是首席，所以永远的首席，就找对地方就可以当首席，当然连进入 B 团的程度都不够了，所以我绝对不敢在众人的面前展宝了，那个在比较熟的地方我可以展一下，就众人面前我就不敢了。他们这些都是也是我的同学嘛，我们曾经在一楼后堂那边嘛，就是同学，他弟弟啊，他们现在进入 A 团，我还是在 C 团当首席啊，对，所以这条路像他们这个以后，你大概以后会走台艺嘛。哪里台这个系统嘛？哎，你知道他教一堂课1000多块一个小时啊，一个小时，你要去加油站要加一天啊，你去加油站加打工要加一天，他一个小时就有了，就比你多了，就比你多了，哎，啊，中国会强啊，啊，所以国语会不会强？会，国语的厉害，你看那个蓝虎只有两条线。只有两条线，可以拉到连马的马步声都可以拉出来，都可以拉出来。所以很多的这个多元入学方案呢，很多妈妈她没有去用心。多元就是很多钱的意思啊。
很多钱的意思。哎，那个是有钱人可以赌，没有钱人就很麻烦的事情。哎，但是你走这一条路，走我三个小孩都是走这个国会这一条路，哈、哦，所以一定要凡事乐观，凡事感恩，你的人生就会幸福，就会快乐。好、哦，最后祝大家欢喜充满，谢谢。